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嚟到728怀念家乡音乐会。我系今晚大会司仪吴聪明阿聪，嗱，冇读错系吴聪明阿聪啊。我知道今晚咧有嚟自五湖四海嘅朋友喎，东莞嘅朋友可以挥挥手叫两声嚟听下。香港嘅朋友咧，地球嘅朋友。就係咩目的啊？就係紀念喺我哋 band 界嘅靈魂人物黃家駒。咁喺今晚嘅音樂會咧開始之前咧，首先我代表大會多謝東莞常平鎮政府主辦單位常平委、文廣中心同埋各單位嘅領導嘅鼎力支持，先有今日咁正、咁虛撼嘅場地舉行今晚音樂會。我哋真係大力支持，去俾啲掌聲佢哋。